自己再自自行车到岛上去骑。你那边？那边是去那边那个海滩的。哦，去海滩啊那里。哦，看到了，真的好多人，怎么办啊？哇，要去岛的话，我们就在这坐船。你如果不去岛的话，我们就在那边那个沙滩那个海边。哇，排队人太多了。这不是排队吗？都转过弯了。疯掉了吗？这么多人干嘛呀？啊，有人还骑自行车上岛啊？对，就是他就是。啊、这边看到了这么多人排队。他就是我。这么多人从这边开始过来。啊，你不是指给我看的，你是指给观众看的。对呀、啊。大家一起看一下这里，这边我们要排的话就排好远好远的队呢，从上面那一层排到下面那一层，然后再排过来，再坐船这边，然后我们去岛的话就往那边走就可以了。其实岛的话距离不是很远，但是就是主要是岛内的话小动物比较多一点。然后我们走这边，我们这边呢就是好多人没有去那个岛。如果登上无名岛的话，就是说徒步一部分的人，然后呢之后的话就是骑车的人，然后那边的景色的话什么小动物啊这些东西比较多一点，但我们这边呢就是人多一点。哎，这旁边是离马来西亚很近吗？嗯，你把那个谷歌地图打开就知道了。抱歉，我只有中国，我在新加坡这么久了都没有中国没有新加坡网络。我跳海，别拦我。拜拜。这景还是蛮漂亮的，还有钓鱼。本来我们想去那个无名岛的，现在人太多了，只能说我们在这边就登不上那边岛了。这边挺好，人不多。是很好啊，人不多，而且有海风吹着，嗯，很舒服。看到海，两边的海颜色不一样，海这边是浑浊一点，然后这边呢大海了，就是更蓝一些。他那个手是这个意思啊？不对不对，是这个，吓我一跳。看那边的帆船，哎，是帆船吧？太漂亮了！哇哦，哇，真美呀、啊！看一下小房子，你看，就这里吧，放下来了。哎，真舒服呀，太享受了！周末不这么过，多浪费呀！我们开始吃饭喽。在捕鱼哎，不知道能不能捕到东西。下一网就好了，来，一二三，飞！离得太近了，不行。希望我是个旱鸭子吧，住在北方吧，手法不行，换个手法。你不抛远一点怎么行呢？舍不着孩子啊，就捕不着狼嘛。这不就是最初人类想要的生活吗？男人捕鱼，女人织网，哦，女人织布啊。这种生活真好啊！为什么好多人喜欢住在海边呢？太幸福了。哎，小孩上我镜了。Hello， 我这么漂亮，他怎么不搭理我呢？这个位置是樟宜机场这边，疫情嘛，飞机也比较少。不可以这样哎，欺负人呢！我脑袋虽然小，你也不至于这样啊。偏不偏啊？站起来我。Go， 我们出发了，走了。连垃圾收了，一点都不留。走，那有垃圾桶，垃圾都拜拜。你确定没有好吃的？垃圾袋里啊？哇哦，这叫心灵美，心里美，这叫不要脸的自己臭美。打灯光呢？真的吗？刚刚也打。给你暗示呢。Hello， 我来喽。哎呀，哦，我下去走一下就回来。看一下大海，哎呀，可能都说在海边的城市嘛，为什么都没有见到海呢？真的没有哎。我们两年没有来海边了吧？去年没来，对吧？前年好像基本来了，但是好久以前了。海浪声音真舒服，好享受啊！
看看前边。啊，我怎么不觉得我在新加坡？我怎么感觉我还是在中国呢？在海南，在三亚，在我的亚龙湾呢，太舒服了。我也想钓鱼，钓鱼挺多，但没有看到捞鱼的，有什么小鱼啥的，那里边是吗？可能是有海草，哎，海草，可惜我没拖鞋呀，不能下去。哇，我好喜欢啊，海干，太舒服了。好享受啊，最好是这种没有太阳但是呢又没有乌云的这种天气最好了。这里这个杆走得好远好远，飘到那边了，看那个浮杆黑色的这个这块老远老远了，我估计都甩差不多10米左右了。快，看他们吃东西才想起来我们没戴口罩，这么久了没戴口罩怎么办啊。看到这里呀、啊，这个位置你才想起口罩了。我也猜也是。哎，看这边多舒服呀！能看得清吗？看吗？稍微抬一点。可以吗？嗯。我不知道。啊，自己在海边烧烤多舒服呀！还是这样比较少一点。哎呀，这很舒服哎！没向导也是对的哈。嗯。来过几次了都没有来过这个沙滩、啊、好好啊。